我的灭火！！没有，它既背后这个东西，就是能不能上升的一个东西啦。这一台算的好慢哦。对啊，比刚刚大炮还惨。可是很，我觉得那蛮痛的。现在应该起得来了吧？我们躲在底下好像没事。对啊，我们躲在底下好像没事哎，好棒哦。有些球秒我们啊！没关系，他一直给我修，我说好，可以了。哎，楼下炮台需要维修。好，我来了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在底下也不错。都在修。可以拉起来了，拉起来了嘛。好，楼下炮台需要维修。拉一下。来了。我在修了。来支插一下。这个是修船的灭火。炮弹！哎呦！中弹了！尾翼烧起来了！我来了，我的引擎又爆了，八级啊！烧起来射不出去啊！我来了！哎，怎么这一次比上次我少了一个东西啊？哎，繁星，你没有大锤子吗？我改成那个啊，会自动回复的啊。哦，好。我来了，导弹又来了！哎呦，好烦哦！我先跑起来了！我追过来了啦！太扯啦！啊，导弹！烧起来了！不要再弄我们的引力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左右舵快要坏掉了，我推进有点难推，推不太动，至少一个往上。我们左右都坏掉了，难怪拉不动。那我下去。哎呀，好可怕哦！他说我转向错方向，可是我转不回去。又来了！哎，不是，我才刚修好，你要给我着火？他在后面啊，我在逃不了！救命啊！哦，不是，哎，全红了啦，我全红电子哦，全红电子，全红电子是什么东西啊？就干心，就干心哎，这是有这家全国啊。对呢，好气啊！船要沉，没事，我在努力啊。船要沉的红色，不行了，我防护罩，要沉了，完了，我要全速逃走，我觉得我们去右边帮杰瑞他们吧，杰瑞那边是小船，对。好，先把小船打掉。哦，导弹。小船是4艘嘛？可以了。可是我们剩2分钟而已。是、嗯、哦，还是要全力打魔王啊！打不过啦，那个小船太，他们两个人火力加起来太痛了。刚刚没有来得及，完了，我们引擎坏了，引擎全爆了。他说那个导弹太扯了啦。对啊。喂，打不过哎、欸，是不是？打不过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们每一次接近跨年都在玩类似放烟火的游戏。你去年在玩那个螃蟹，對啊、这样不好吗？放烟火啊，放烟火不错啊。对啊，今年是另外一种烟火，是把自己变成烟火放掉了。之前也是。尿尿，好。我先给队友赞，也给过了、欸。你怎么可以先把武器给过不能再给、欸，过不能再给，那可以回收回来再给一次吗？不行。然后这个游戏好像没有不只出在 PC，、欸、因为刚刚开房间可以设定说只要 PC 玩家，嗯哼，还蛮酷的。火酷炫。难怪工程师会爆肝，都坏光光了啦！对啊，坏光光，来不及修啦，全红了啦！还是说我没办法，全部人在同一艘船吗？好像太多了，没有他，没办法，他最多一艘就是4个人。哦，对，所以待会那个我们就两艘，如果就是两艘互打的话，也是一样，就是找一艘能不能炮台都往最前面的比较那个，你可能要挑一下，要挑一下。我要换回工程师，感觉要全部工程师、欸，因为没有灭火器，要同时要有修跟灭火器，不然真的差太多了。真的，
子弹的话就换其他的。这什么啊？这个的盾好像比较少哎、欸，可是感觉好像很好转。你说你看到哪一台啊 ？SQUID。SQUID。可是那可能是它锁起来的哎、欸。嗯 ，Lock 的话好像可以按没、欸？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按。可以、欸，可以，好像可以、欸，可以按。好的。可以按它速度很快，可是就。炮台前你们要选个机动性高一点之类的。后面这个它就三个炮台哦，它只有三个炮台哦、嗯，看到了，就一人刚好站一个炮台，然后修那个炮台，是要掌舵高一点的吗？掌舵应该是速度还是？然后第一个那个是第一个是速度还是第二个是速度啊？哎、欸，我发现一件事，第一个是速度，速度，第二个是转向。嗯，我们一场都将近快半小时哎、欸，所以我们再玩个两场就没了、欸。对啊，哎、嗯、这个好酷，等下这个好大哦。你们想要挑哪一艘船吗？你们挑一下，都行都行，都行哦。嗯，可以不要跟刚刚两次重复啦、啊欸。可以改船的名字哦。可以啊。嗯，你要把它改成叫什么什么号吗？Amigo 金鱼有兴趣。Amigo One， Amigo One， 那我们叫 Amigo Three。一定要不要二？哎、欸，刚好一个阿周三 Amigo 跟周一 Amigo 有没有？硬掰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叫什么了？我叫 A N T H R E E。为什么 ？N Three。哦，好看，好鬼啊！这什么？香菜啊？香菜，香菜，烦死了！你不是要挖车 melon 啊？整台，整台船都是那个味道。那我要跳车，我跳船。那杰瑞，我们也可以挑船吗？你们也可以啊。它是只有三个炮，是一二三号这样子哦。哦。嗯，那台是这样子，我看一下。困了。一二三，什么一二前面前方是可以直接 OK， 这样子好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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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听完。噔噔噔噔 ，OK， 噔噔 ，Ready， 噔噔 ，N 十一号 ，N 十一号，看一下，我看看听。我们这一台是叫什么 ？Junker 哦，就原本的名字啊。好 ，Ready， Junker。哦，我们现在是在晚上哎 ，Night， 会不会很黑啊？感觉爱迷摸，哎呦，还有晚上的，好黑哦，爱迷摸啊，晚上这个感觉任务好像不太一样啊。他任务有在其他，好像是要打吗？这一张地图好像是守城，是不是啊？进攻城堡地 ，defend from defend，defend 应该是防守还是进攻啊？我记得防守吧 ，defend 应该是防守吧。我们要守这个中间这个塔啦。你们看到我们前面这座塔？哎、欸，我们要守这座塔，然后这个船跟我们刚刚那一台一样哦，一样。哦，这台的炮台，我不喜欢。这招没有没有太难走了，炮台我换过了，炮台换。这艘船有一点麻烦啊。我们的炮塔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里，这里有一个。哎、欸，他开船的位置，这艘在旁边哎、欸欸，对啊，没对称，哈基啊，没对称。我们重来可以吗？我好想去看哦！哈基，这艘船不小心会走下去、欸。正面，可是我们正面只有一个炮哎、欸，那我们其他都是侧面炮。我们而且他一次一发哎、欸，他一次一发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啊，可是他上来就换弹了，打不到，我打不到。有没有换前面啊？云月，前面有人吗？前面没人吗？前面有一发，有一个还不错。哦，这个还不错哎、欸，这个我打六枪把他打掉了。好，喵再来。哎、欸，这个好痛哦、喔！我完全打不到，有距离性。
哎、欸，可不可以跳到那个哎那个建筑上面的炮台啊？不行啊！哎、啊欸，你们打左边那个十字好不好？可以走过去。你知道我们的左右边有一点不太一样哎、欸？你在哪里、啊？哎呦！你们两个人要跳下去了。左边十字，你们两个寻请的吗？正前方，我们两个想要跳到那建筑上。哦，没有，那个是自动炮啦，这是自动炮，它哦哦哦哦哦，我想说跳上去看能不能操控。奇怪，它有一个红色的三角形一直在闪，那是干嘛的？目标吧，这是目标。所以我可以打它吗？可以，就打它。可能暂停在那里吧。这个只有一发的，真的很搞笑。有十八发，这什么枪啊？没有，可是他感觉要贴近。哎，搁浅了，搁浅了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！知道，我知道他一发在哪，他只有一颗球，就是那个铁球。我看到了那颗铁球，好小哦！哇哇哇哇塞哇塞！等等等等，整层船都烧起来，好亮啊！超亮的，照亮我们啊！整艘船都烧起来了，照亮夜空啦！不要烧我们啦！走开！那铁球很难打哎、欸，可能是要从上下。对，它有抛物线。这底下好像有一艘。等一下，前方有敌人！哎、啊，别烧我们，我先往前跑了。这个船真的很容易走到外面掉下去、欸。好，这个就给你修了，我走了。好。太暗了。敌人在哟！敌人在哪？敌人在哪？哦，看到。有在射，在射，在射啊！射不到了，我们的漂浮器烧起来了。有射到了，有了啊，射不到了。不行，这个一发炮实在太烂了，我不玩。哎、欸，瞄，放鞭炮了，放鞭炮了，放鞭炮了！打他，打他！打不到，你知道这一炮弹有多射程多短吗？超短的，我是一个，那是多短？前面有吗？前面有敌人吗？近距离打才有用。它超短的，打到还是散弹枪的概念啊？有没有要去长一下开？它大概打到真的会很痛，但是实在打不到。前面那个十字是什么啊？对，我在看。有没有一开船看看？哦，哎、欸、哎，头头，就要撞了哦。你要撞我们的堡垒了吗？哎，没有。好，好像绕过那一座山吧。对，欸、那边有个红那个红色的目标。哪里有红色的？前面啊，前面啊，你看前面。哦，有看到了。那边有一个。哦，上面有艘船只。哦，嗯。那我们先打这艘。目标什么吗？黑黑的看不。来来，再打。快快到了。A B 是什么东西啊 ？A B 哦，没有，那个就是目标吧，目标。我们那个目标是要打他还是？要打的。他是我射他都没反应哎。你是瞄错啦。或者是太远了。红三角形、啊、可以撞它吗？你要撞可以撞啊，可以撞啊，只是我们船也会受伤。对啊、哦。那个蜘蛛啦，那个蜘蛛，因为你看到吗？那哇，好酷、喔。现在没事做。位置有点太远了，下面那个是射不到。爆了！而且那个一发的、啊、打出去，它又会降落伞的、欸。降落伞啊？真的假的？我刚刚没有看到降落伞。它是那种空投的东西啊。它就是一个铁球。怎么了？又头头掉下去了、啊？我掉下去了。是哎、欸，不要打他，那个铁罐，那个铁罐打。哦，我看到了。我刚想要抽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他有血条哎、欸哦。是铁罐、哦。可是我只有六发。哇、哦！你看我拦住，拦住。啊！你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撞船了！要撞船了！啊！我离山壁好近哦。我可以跳上去了吗？转回去哦。可以跳上去，可以跳上去啊！好，我要跳上去。啊！我这坏掉了。你要跳上去哪里啊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乱讲的。哎、欸，这里是城镇吗？哎、欸，我打不到，转到极限。该不会是打类似猫战是要打别人城堡吧？哎、欸，其实要打城堡吧？我们是攻别人吗？是攻别人吗？可是没有看到别人那个、啊。是架在人家家附近啊。哦，也可以试试看啦。试看攻城哦。哎、欸，有，我把那个打掉了，打掉了。哦，是哦。哦。所以是打这个红红的，所以我们要打三只蜘蛛。你看那个降落伞，那个我要打三只蜘蛛。有，我在打了。是黄色那个吗？嗯、那接近我们是什么？欸、可以再转一下，我就打到了。再转一下，要撞船啊！打不到。这个自己人吗？是跳哪吗？是自己人吗？不是，不是自己的东西。敌人。我们要带回去。
我要走，我要走。这个我们要带回去的。啊，现在我现在拉着了。我在打蜘蛛，我在打蜘蛛。那个气球吗？你还不爆？对对对对对，后面那个气球。蜘蛛，打爆你，打爆你。这任务好特别哦。这艘船好硬哦。对啊，这艘船防御很高。这很看那个哎，船长的那个位置。哎呀，我打不到那个上面，我们上面那艘。这真的要看掌舵的位置。我剩一个，剩一个，剩一个。就我们正前方那个吗？正前方在城堡后面那个。那你看到时候就会侧边过去。哎、第一个炮台是有够难弄的。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，成了。哇，那个不是，就像地雷，我刚刚好像是类似空雷。知道哎、下去接任务吗？你看我们右边有一个，现在你看降落伞。今天不能打。因为已经打完了啦，我们要再找最后一只蜘蛛，就是那个标靶的位置。可以拿东西吗？哎、有东西，有东西拿哎、按 G 可以拿。啊，哪边烧起来了？拿什么东西？上面前面掉落物啊，空投空投，好像空投哎、欸。你按 G 可以勾着，我、勾住了。哎呀，坏掉坏掉，怎么都坏了？哎、真的、好酷哦。然后拉过来可以拉过来吗？都被打都被打。哎、你要撞你要撞那个了。我先修，慢慢拉过来，慢慢拉过来了。修完全不能动。哦，好酷哦，居然还有空投。可以拿了吗？拿好了吗？拿不到，拿不到，还是要慢慢拉到身上。哇，全坏嘞、不知道、先修重要的。哪一个是重要的？防御，然后跟引擎，引擎跟防御都重要。防御应该修。